由刘宇豪担任吉他手的清晨电乐团，从去年底展开全台湾巡回演唱，梦的不正常延伸，今天终于回到台北演出最终场，团员们全力以赴，要为粉丝带来最好的演出。偶像剧又有许多个人活动代言的刘宇豪，下半年重回清晨电练团，长安团员一起出去玩，他感觉整个团队默契比以前更上一层楼。回想出道时台下只有五名观众，而现在已有上千粉丝夜排等演出，让他非常感恩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次巡回之后，然后我们很密集的相处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也常常出去玩啊，然后开车到处拍拍照，那感情真的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。我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是跟了我们五年了，然后就希望当初那五个人今天也有来，然后来听我们的演唱会，希望他可以看见我们的不一样。对，然后我们会使出我们的全力，然后来跟你们一起同乐。对，报警，报警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